预备起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凡靠着他登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下面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这么美好的时光，让你众儿女我们欢聚在你的殿堂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也是来领受你饼杯的日子。主耶稣，我们每天我们都来仰望你的十字架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痛苦和死亡。主啊，你尝到了死亡的滋味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主的里面。主啊，你也把你的平安，把你的喜乐，主啊，把你在凡事上的一个亨通和顺利，主啊，你也放到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的弟兄姐妹身上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一路的引领我们啊，引领我们的生命，引领我们的教会进入到你的命定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看到借着你的大能，主啊，借着你荣耀的同在，主啊，你已经把活水得胜教会，主啊，你借着陈祷这样一个复兴的恩膏，主啊，你已经开始复兴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已经看见了复兴。我们看见在晨祷中，主啊，你亲自吸引众多的儿女来到了你的殿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看到我们众儿女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主啊，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赞美，主啊，你喜悦。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你吸引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加入到晨祷的行列当中来。主啊，求你也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软弱啊，我们的家庭、工作啊，孩子还有家人。主啊，但是你说，你看我们的不是说看我们拿出了多少，主啊，而是你看我们有多少我们拿出来。主啊，哪怕我们每周我们弟兄姐妹们有的来一天和两天，主啊，你都格外的纪念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，求你一路的继续来引领我们，也求你主啊继续厚厚的来膏抹，来膏抹祝福我们斗河水德胜教会的牧师和师母，让他带领你的群羊，主啊走在你得胜公义圣洁的道路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把活水得胜教会我们全然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在中间来做成那荣耀的工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也全然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赐下厚厚的恩典也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同心合一把今天早上这段美好的时光，主啊，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。求主赐下你此前的话语，借着你仆人的口啊，来膏抹我们，来浇灌我们，喂养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，让我们能够信心坚定的来跟随你，来跟随你的脚步，让我们不软弱，不冷淡，不退却，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主啊，跟随你到底，直到我们得到主你的荣耀永恒的冠冕。我们谢谢主，尽早与我们众人丰满的同在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以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孩子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生命。阿们。